叫宝贝。猪宝贝。到这儿干什么来了？闹事儿吗？警察同志，您来的正好，您看看我们的脸都成什么样子了，就是被他们毁的。这法院也判了，就是不赔钱。我们不是来闹事儿的，我们是来维权的。对，维权，维权，安静，安静点，安静。我知道了，维权也要讲究个度，不是像你们这样，你们这叫聚众闹事儿。有什么问题，一会儿跟我们回派出所解决。谁报的警啊？我们老板。人呢？在里边。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，安静。你报的警啊？来，出来。我跟大家伙说啊，一会儿当事人出来，你们都要克制情绪，不要激动，好吗？出来吧！大家快点！安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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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别动！没事啊，没事啊！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，安静！你是不是人？警察同志，你一定保护我们安全啊！你看看，我没有不赔偿，我正在想办法。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一会儿跟我们回派出所把事儿说清楚，好吧？你们也是啊，都控制好情绪，不要闹。跟我们回派出所啊，跟你解决问题。你们俩先走。走。大南，你回我扔，我赶紧没了。大南，不许动！住手！没事吧？我疼，我疼，我疼！疼疼疼！愣着做什么？叫救护车！楚厅长，不好意思，打断一下。干什么呀？别问了，先来听我的。过来。哎哎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。哎，来来来，都过来，过来。看看，仔细看看，多般配啊！是不是咱们整个青岛法院最有 CP 感的一对？你想干什么呀？我这行吗？我这个除了看着有点不习惯，其他都挺好。算白问。哎，你不说这车以后不能在法院出现了吗？你怎么比我还叫嚣呀？是任务需要。搂着我腰。什么？别装，
好像没谈过恋爱似的。欢迎光临，两位里面请。二位里面请。两位请稍坐一下，我去请总监。来到新彩，叫我青青就好了。小小准备两杯咖啡。好的。20万，那行还是不行呢？你问错人了，我们家我说了算。行，没问题。好，那您跟我去付款。嗯。主任，这卡里钱不够了，就剩下不到5万块钱了。你能不能淡定点儿？话真密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这第一次来这种地方，我能淡定得了吗？你一定要理性消费啊！我还真没想到还有让你7、8万进账的时候呢，臭你点出息！这瞎说八道的事儿，我哪擅长啊？你真以为我要去付款呀？咱这儿干嘛来了？傻！我卡里钱还够吗？还有9万多呢。行，不过跟我说，我再充。谢谢姐。师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是我崔彩妍，小你几届，你不会把我给忘了吧？崔彩妍，你好，这么长时间不见，师姐你还那么漂亮。这位男朋友啊。幸会。般配。哦，对了，我这有卡，你们做什么项目刷我的卡。不用，谢谢。别给我客气，分你点。他们做什么项目啊？楚小姐准备要结婚了，想在我们这儿做下美容，办张卡。结婚啊？嗯。那我更要请客了。真不用。哎，哎，别腻歪了，大帅哥。我师姐可是青港市最年轻、最漂亮的女厅长啊！说说看，你用什么方法把人骗到手了？